清明时节啊，上一段呢搞了啥3把2的雨法，那么小伙伴们讲蛮好啊，有两个呢受到大大爱戴的表扬。我今朝头呢教大家凝香的雨法啊，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一点，需要呢捏一张这个细胞拼接而成。那么总共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凝香的框架组成部分啊，由雨人工搿能样子的。啊，内蕴啊，一张房子里内蕴那个18条细胞啊，3条一组，总共呢6组，里向头呢再买一张3把2头，那么总共呢是按一张细胞。那么啊，你来搞一搞啊，这个哪能预发？第一步啊，取一张房子里蕴那个细胞啊，内蕴啊，内蕴成搿能样子啊，内蕴成搿能样子。刚刚想呢，先预预。啊，有一只缸，啊，有一只缸。有好以后呢，香一掉进来，啊，香一掉进来，啊，搿能样子香进来，香进来以后呢，再有一只缸，啊，再有一只缸。好，搿个两只缸有好以后呢，那搿只缸，再有一记，再有一记。搿个辰光呢，要注意啥呢？搿个平面啊，要保持平盈，保持平盈。那么在搿只缸呢？再淤上去，拿搿只缸淤上去，淤上去以后，拿搿个一吊，拿搿个一吊，再推香个海，再香个海。搿个辰光呢，等于三只细胞啥呢？一只香，一只出香笼来。末搿个香个辰光呢，勿要拿搿只细胞，叫啥香到顶，也勿要一路推下来，稍许呢留一眼眼个空间，稍许留一眼眼个空间，辣搿个地方，稍许留一眼眼空间。好，再沿着搿只缸个面丝。淤上去，再淤一记，好，搿个辰光呢，搿搭再扎高一淤，再淤上去，好，葛末像个小辰光个大炮，那发觉伐？只要插进去就可以啊，比只大炮，对伐？搿个呢就是一只组件，淤积好呢，淤6只组件，淤6只组件，好，葛末当中间里向6只组件淤好是以后呢？1、2、3、4、5、6，6只组件以后，预好是以后呢，当中间里向买个物事呢，我呢欢喜买3把2头买一只，买只大牛包。葛末上一头呢，我拍了个是图片，葛末今朝头呢，视频浪向要看一看，2只，全谷类内蕴，全谷类内蕴，预好是以后呢，搿个当中间里向各有2只缸，各有2只缸。抽出来搿个细胞搿一面，内细胞搿一面内容来搿个一条呢，房子里有有，好，打开，搿个2只出来海那一只大缸淤下来伊是搿个面丝淤下来伊是搿个面丝淤下来，翻过来淤到当中间里向去一眼只小缸淤脱。各个白白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搿只大缸淤下来伊是搿个一面拧开就是只3把2头俗称个3把2头。好，葛末当中间里向凝香里向头辐射装好了，葛末你拿搿只凝香推平下来先拧开2只。就成个那样子，根本有啥呢？有2只钩子，钩子的钩子的香笼来，先变成个那样子钩子的钩子香笼来，香笼来是以后呢，再拿一只，摆到上头，搿只当中间像搿只3把2头呢，推两个海，都呢，再把皮组织2把2把呢拿上来，还是钩子的钩子香笼来香笼来。米豆呢收拾好翻出来两开始有呢露出里向头个搿个3把2头上头给再给只煮鸡汤，给只煮鸡汤以后呢再各自的各自相弄嘞咁么两开再
我一只煮鸡蛋啊。好，这啥？鸽子的鸽子香浓的啊，咱们那边的弄弄好啊，这飞这的啊，这啥？鸽子的鸽子啊，香浓的。好，我们还最后一杯。那、啊、还有最后一杯，各自的各自啊，香浓的。那么因为做啥呢？搿张女包呢，啊，搿张人像呢，看当比较松啊。为了晓得讲看当迎接年呢，啊，应该搿个主机啊，安好了搿个主机啊，应该要看一看啊，拿送个物事看一看，看了比较紧接之以后呢，再做它香浓的，搿张人像呢就看当非常之迎接。啊，因为搿个呢是现场安起来的啊，最好呢在搿个主机看一看，好吧？那么有你有了，只要在红纸的搿个几部小鸭子的形状啊，搿送给大家。那么里向头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啥呢？一种非常之小的种小肉末啊，会摆辣海，人家我摆七只也好，摆几只也好啊。有里向头的物事，有另外一种办法，搿也可以。下趟有机会呢再讲，好吧？